他们吃了，他们还没。这人嘛，老鼠。哦，智人吧，饿了啊！先抓图奇在后面，还是没杀图奇，头痛，要吃的，给我砍，我没血，啊，完了，哎呀，图奇还在，不能给他分的，他会放技能啦，不会，图奇，哦，图奇 ，S 这个有点猛啊。啊、直接跳过去挡掉桶子的 Q， 如果他没挡掉，直接直接死掉。还是这跳也是及时的跳啊。这个喷他、啊，就是他们不捉图奇就一定输。图奇 OP， 难道桶子要欢迎图奇加入 TFL 吗？啊，我们欢迎新的下路组合。多奇跟娜米，啊，一次踢两个人哦。啊，就踢就啊，不用啦，反正其他留在这里也没关系啊。感觉 TFA 以后就有100个人了。你们可以组第二队啊。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凯格的大道游戏啦。啊，反正没差，等下龟狗回来，我们一定要嘴他。小龙王可以考虑下塔。这么大失误。他八龙那一次太伤了，还被 ace。